日本前任首相岸信介等一行今天下午到达台北国际机场的时候，受到张群、古正刚、张延田、陈建忠以及郭正福等人的欢迎。岸信介和前日本众院议长石井光次郎将在今天和明天分别率领一个包括25位日本社会名流所组成的祝寿访问团前来我国为蒋总统祝寿致敬，同时他们也要和我国的工商界商讨今后中日经济合作的有关事宜。